你每天拍戏，每天录综艺，那你怎么跟你的朋友保持联络和维持感情？所以就和你工作场合的其他人交朋友啊？对，我现在就和我的朋友在一块儿啊。你看看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其实衡量这个人和你算不算的朋友，其实就是我在工作之外的场合，你愿不愿意咱俩一会儿再出来玩。对，我们俩有一共同朋友叫毛不易。嗯，我跟毛不易认识是在微博私信上。哦，真的？他给我发私信，他说郭老师我很喜欢你。嗯，我说谢谢你。他说咱俩加微信聊行不行？我说可以。然后我们俩就约什么出来喝酒啊什么，到最后什么的，这认识久了之后能成好朋友。在那之前我们俩没有任何交集。这期播完，他回去私信箱里全是私信。郭老师，我很喜欢你。郭老师，我回头就给你发个私信。没有没有没有。